是海浪季，所以你有擅长或者是特别想要去做的一个海上运动吗？有，沙滩一躺着。运动？运动，堆沙堡。堆沙堡不是小朋友玩的吗？也是运动啊，你手不得动吗？这个地方练你的臂力。如果节目中需要组队对抗的话，你觉得你自己是队长的可能性有多大？零。我不可能竞选队长，谁都不可能让我去竞选这个队长，因为队长就是那个责任大，任务还重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担任这种角色，太累了。如果你不是队长，你希望你的队长是具备什么样能力的人？懒，就是我的队长懒，然后我也可以比较懒，都比较偷懒，就是胜负欲千万别那么强。同一个队伍里，你的队友特别的懒，你会怎么办？哎呦，我高兴啊！我说正好懒一块儿去了。首先看队长，如果队长不是特别在乎，无所谓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是也是没关系。那大家就是放松，适当的能干点啥干点啥。我说，但是队长是很积极向上那种。我们要是都懒，他真挺太可怜了。就是我也努努力，我帮帮他。好，小张。Let's go! Let's go! 来，谁怕谁呢？谁怕谁啊？等一下，我还是你爹。加油！比赛！哇！哇！